你好，我是荃灣李家國海之戀分享阿玲。今次为大家介绍的是柏豪湾四房一套加工人陶瓷，实用面积有1252尺，景观以丁九桥海景为主。我们大家一起来参观这个单位。客厅连接露台，望出辽阔的丁九桥海景。青衣桥海景，厨房狮子型设计，一边是主食炉具，中间洗碗菜盘，另外一边是工作台。洗衣机蒸焗炉放在这个位置，另外一排柜入面放了有雪柜、微波炉。厨房连接工人陶瓷，陶瓷入面有窗，比较少有。主人套房可以做到三边落床，景观丁九桥海景、青衣桥海景，极度开扬。主人套瓷有企缸、浴缸。睡房一，睡房连接露台，景观开扬有海景。睡房二，景观望丁九桥。睡房三，景观丁九桥。柏豪湾行去西铁站只需要2至3分钟，亦都有个巴士总会同的士站、购物商场。如果对这个楼盘有兴趣的，欢迎联络我或者 WhatsApp 我。多谢收看。